坤，该醒醒了。坤，撒娇。你已经睡了三个小时了，该醒醒了。你不是一直很心烦吗？结果睡这么香。跟我说说你的秘密吧。我的秘密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这个是怎么来的？看来不想告诉我。你不想说就算了。我们今天就好好欣赏一下海边的景色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这个故事太长了。这个疤痕是我那个爸爸亲手留下的。自从蝴蝶哥哥消失后，我就一直在偷偷调查蝴蝶哥哥的下落。有危险，有危险，有危险，有危险。怎么会是你？这些还需要多久处理完？还需要三天左右。进度这么慢。有危险，有危险。那今天就测试一下最新研发的垃圾压榨机，听说威力很大，效果很棒。危险，危险。显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躲藏，但是他有强烈的求生感知。车里竟然藏着垃圾。危险，危险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他是有意识的，你坚持一下。这是最应该处理的垃圾。欧少爷，这种事情您就不要插手了。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欧少爷，您不知道吗？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处理废物。少爷，处理废物您可要心狠啊。他难道也是这样处理蝴蝶哥哥的？您可要早点习惯这些流程，毕竟欧家还要等您来接班呢。你们简直就是杀手。你也许想象不到，当你眼看着最残忍的事情发生，你却无法阻止的无力感是什么样。我要离开这里，就算是用尽身上的所有力气也不抗衡。为什么是我？是我依然无能为力。那时候的我真的很无力。他们可真够残忍，把我的宝贝吓坏了。因为他们太残忍，所以我的宝贝就什么都没有做，逃走了。我什么办法都没有。不过我和我的父亲，也就是欧文峰，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断绝了父子关系。欧文峰的独子，放弃这个身份可是很亏的。那个身份我不在乎。他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，任意的羞辱让我自己无比的厌恶自己。这些东西你马上处理掉，欧家的脸面都要让你丢光了。我不去，你怎么随便进入我的房间翻我的东西？你懂不懂得要尊重人？尊重？这是我家，你是我儿子，我进来需要谁的许可？你别忘了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别动我东西。一个男人看这种东西，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你妈妈要知道你这些事情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恶心的家伙。喜欢有什么错？我承认我就是喜欢男生，只要是真挚的感情就应该被尊重。可真是搞笑，别把自己的猎奇当成喜欢，男人喜欢男人，你这个龌龊恶心的家伙。你更龌龊。这一次你改变不了我的想法。